观众可不想听你们这太官腔的说法，还是赶快揭晓名字好了。你选一个，有没有在？就是前五名是前五名啦，第五名啦，第五是我的那个幸运数。好了，你就不一定啦，对不对？我们从第四名开始公布了，好不好？第四名，第四名是谁？第四名是吴尊。第四名，吴尊，我看到他前两名的说，就很帅，对啊，超帅。吴尊在第四名，我也觉得他，你要不要改？他以现在的标准，你可以做一下变动，帅不一定是最高的。帅不一定最高，真诚的演技说不定也可以打得动一般。演技派，对，实力派。我们的调查，第一名该不会是陈雷还是？你以这标准，吴尊已经算最帅的那种美型的。对呀，对啊，搞不好你要不要调动一下你的名次？不然我觉得我待在第五名这位置很舒服，舒服，很舒服。对，我觉得前三名比较那个。好，那我们第三名来公布看看是谁是谁。罗志祥，罗志祥帅耶，帅，你不认同吗？也不是啊，就是这两个，你不认同吗？行不同，行不一样啦。对啊，我觉得一个比较有趣，一个很也是很俊这样。好，第二名来看一下，谁？帅到都倒下来，你看，哇，不是第一，现在只剩第一和第五，是谁？是谁？第一又是第五，不是要先看第一吗？啊，好紧张哦！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？谁？谁？比小众肯定是最高的，真的。哎，李浪师兄，对，你觉得你也觉得他帅？先看第五啦，先看第五，说不定是要先看第一还是第五？先看第一了。第一，搞不好就是他啦，对不对？帅耶！来，第一名谁？谁？到底谁能登上偶像剧最帅的一个宝座呢？先看第一了，第一，搞不好就是他啦，对不对？帅耶！来，第一名谁？郑元畅，你也觉得他是吗？虽然小众真的是帅啊，我已经回答到，好想看第五名哦。发出公告哈，真的。来看一下第五名，慢慢第五了啦，第五了，来第没有人比你帅了啦，谁谁谁？问吧，哎，有一撇哦，天，哎，天哪，天不稳，天天天呢？恭喜第五名，冷静点，冷静点。啊，一样有天啊，是天。你刚看表什么意思？我先哇，同样名同命运的。这个通告是有点状况。我们是一百名这样子抽样啊。都说是最夯的偶像剧一哥了，哎，却连榜都没有进，难怪会想回家。不过如果真的走了，可就不知道真相喽。瑶瑶。连第五名都没有了。对啊，我真的觉得就是你知道，同样的名，但是不同的命运，悲戚。哎，可惜可惜。经纪人这边有意见吗？经纪人，啊，我他很少这么安静，他也是很震撼，对，吓到。安娜，安娜，就是个人的眼，个人不同的人，不同的想法吧。对啊，就可能有些喜欢，有些就是还好。心情有受影响吗？犹豫哇，哎呦，这音乐太惨了啦！现在要表演落泪时间，对不对？十秒要泪，加油加油！发表一下感想，就是怎么讲，那个未来的路上还有很多荆棘，一路赶，对，好了。那要跟大家正式宣布一下，这一段呢，我们是考验他的 EQ， 他 EQ 棒不棒？很厉害。跟您报告一下，您的名单呢出现在第二名。干什么？第二名啊！我有真的，我也吓到哇！我你是第二名的啦。我想要知道到底谁赢我。对啊，小众对不对？对了，小众真的是第一帅了，对啊。还有没有？在我心目中，你绝对是 number one。真的？有
个性，演技好又自然，然后又不扭捏作态又大方，对不对？抱一下，还刚抱一下，我有刚抱你那瞬间，摸鼻子啦，摸鼻子，摸鼻子，不要再抱了，刚刚拖行我这边有点六分，力量太大，拖行两圈哎，我的妈，灼热你知道，发炎了，好啦 ，EQ 不错，掌声鼓励。不，真的，我要特别欧露，他一直是很低调谦虚。我在路上碰到他，他一直很诚恳，没有因为收视率十几在那边臭拽，是没什么，就是这，对了 ，OK， 因为我很怕，就是很怕有一些艺人呐、啊，素质一好或成绩好，还牙开大头症啊，那种是全民踏伐，你这种是标准，不会，那很辛苦了。如果要臭拽，那很辛苦。确实、啊，现在没有机会了，戏剧大考验来啦。黑涩会的戏剧大考验，妹妹将有机会很人气偶像剧一个深情对戏，哎，一过女主角之瘾哦。因为你现在这个算是很经典的一个戏剧，我们能演的就是妹妹。耶！还有谁啊？先一位了，先一位。好啦，瑶瑶也 stand by 啦。耶！好，妹妹要先来还是瑶瑶先？好，我先好了。瑶瑶，你压轴，你酝酿一下了，好不好？你大概要演什么样的一个剧情？是哪一个的？MV 的剧情。哦，对，你是不是跟那个谁呢？最近我看那个 music video， 好浪漫哦。你跟他这样子亲到，还转圈圈。哎，那是一次 OK 吗？还是有亲好几次？那个亲了大概四五次差不多。哎，看起来你们真的好有在一起的感觉。就对不对？很自然哦。嗯，就他就是要呈现出好像在一起很久那种感觉，很甜蜜。之前认识吗？跟 Selina？ 我认识，可是跟 Selina 认识之前是也是拍 MV， 前一次见面也是拍 MV， 可是两次 MV 的际遇差很多。哦，第一次是怎么样？第一次他被打了十五巴掌。第二次就是亲了。第二次是亲，对。那今天我们要做这个桥段，热恋中的男友背着女友甜蜜的聊天，女友拿出戒指要求婚哦。但是男友却拒绝了，嗯，女友失望转身离去，嗯，男友却紧紧抱住女友，哇，你要真牵牵你，好不好？那你要背他，反正把他当 Selina 就对了。是 Selina 现在 ，Selina， 准备哦，所以我要先背着，然后 action 就直接加油，音乐准备，小天加油。来，哎，你背在上面，这样会翻船，会不会闪到腰？准备哦。Action！ 聊天聊天，这里天气还不错嘛。对啊，阳光很大。那你有？